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菊。快过年了，你们准备好要厮杀了吗？一副12张扑克牌均分给4位玩家，每家13张。玩家在将手中的13张牌分为3张、5张、5张的牌组，与其他三家比较其大小，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能定输赢。如何输得体面？这是比较大，这是比较大，是我第一道题。对，因为我冲，然后保底，看这个就乌龙，乌龙就不要了。技术型的闪避的对决的机会呢？那我现在外面有些规矩很重，或者是就是要赔偿说各国的。你看我第一道是输，然后第二道是赢你的。第三道也是赢你的，行啊，给我一张。21点英文名字叫布莱克杰克，是赌场常见的玩法。玩家目的就是要取得最接近21点的点数，而又不能超过21点，然后和庄家比大小。你们会玩21点？A 席可以当1点，或是当11点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然后你如果是 A 席的话，就对，当然可以。那有过主观性吗？我要。再。哦，不用了，那就过了。这就是过5张。哦，谢谢。像这样庄家爆就要通牌，你看牌很烂啊，你看牌3点而已，你那应该7吧？这样我就收钱，我不用看了。四人坐庄，基于每人先下赌注，称为钱家。庄家，钱家接着拿5张牌，要自行分为主牌3张，点数牌2张。他没有8点，他不是，他8点，哦14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算错了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而且你，他们都是直接背这个数。对，我有点难记，8点是就是2倍，对不对？对，8点、9点都是2倍。好秋、喔。然后我3点，你1点，好快哦、喔，吃你，你2点不会吃。反正就是出完手中的牌就对了。神助攻了，什么？天哪！我是大头，6张，我11张哎，我是张，我也11哎，看谁最大，剩谁最大，哪一张？我没有2啊，你有 A， 对，红心 A， 所以你是最大头，那就是300、200、100，那就是给他300，300，200，好，给他200，不用，傻眼。开一折有庄家一人及闲家数人，每局开完前，闲家先各自下注于自己面前，接着由庄家先掷骰子，再依次由各闲家逐一掷骰子，以所得点数大小与庄家分胜负。Yes， 像这样怎么样？就看大点，准备收钱。8点。你都超大，3点，这叫比较最小。黑童子在玩法上取自麻将中的筒子及白板组成的玩法。玩法上，玩家只需要合计手牌上的点数，如果大于10，则取其个位数，故最大为9点，最小为0点。如果玩家拿到10点，则以0点计算。
我们把油桶子都拿出来。是不太需要玩两粒，太扯了。是留一张给我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介绍几种最基本的过年会遇到的牌类。那你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就先去打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请记得帮我按小铃铛。拜拜。还有破产，还有破产。没钱的，只剩下 iPhone 6 S。哦。你到底是 iPhone 6 S？